呀，你轮转天气风湿骨痛好辛苦啊。奶奶，我啱啱买咗一个最新科技嘅太空小灵晶，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噶，咁就唔怕风湿骨痛啦。哇，咁好噶，咁啊买多个分享下俾阿姨婆啦。太空小灵晶可以喺六创意健康店买到。电话2882-4848，网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好，今次同大家介绍这个疗剂呢，是叫做碳酸 C。Strontium carbonicum, strontium carbonicum, 即是 carbonate of strontium, 碳酸 C。 咁 C 呢个嘅系一个有放射性嘅物质嚟嘅 ，OK。咁但喺个疗剂方面咧，佢就好似我哋认识嘅叫calcarium carbonicum 啦，即系嗰个碳酸钙。咁碳酸钙一个好大嘅疗剂嚟嘅 ，OK。咁本身咧呢个嘅碳嗰个 C 呢个矿物盐咧，系通常本身系一种系暗黄色嘅金属，咁亦都有时候咧会白色或者咧系浅绿色嘅。咁呢个嘅碳酸 C 咧，大概喺1784年咧喺一个苏格兰嘅市镇嗰度揾到出嚟嘅。咁当时呢个系一个圆嘅矿场嚟嘅。咁呢个疗剂呢可以话呢係一个主要骨嘅疗剂啦，佢会导致骨嘅钙化呢，同埋呢亦都会引致骨质松缩嘅。咁佢主要嗰个应用嘅地方呢，嗰个关键呢就係嗰个竹果好弱嘅。咁我另外一个疗剂大家可能都记得嘅呢，就係竹果嘅疗剂好弱嘅呢，就係 Natrium Carbonicum。碳酸钠，咁呢个呢 sodium carbonic 系另外一隻嘅。咁通常好啲人呢就成日呢都话呢就成日会咬柴嘅，即係佢特别比较弱嘅。咁每次咬柴咗呢，咁隻脚呢就足够会胀大啦，肿胀啦，可能会变咗色啦，可能淤色色啦。咁通常呢你发现呢有啲病人就係成日都係扭伤嗰个咬柴嘅。好啦，咁你一般呢我遇到呢啲情况呢都会用嗰个生金车啦 ,Alica 啦，或者嗰个 Router 啦，嗰个蚊香啦，呢个比较常用嘅嗰个运动创伤个疗剂啦。咁但你发现呢呢啲疗剂呢可能
帮到一部分可能五成六成咁样，咁但系后屘咧就好似咧就冇再好落去啦。咁喺呢种情况咧，你可以考虑咧试用呢个嘅碳酸锡吓，strontium carbonicum。咁通常呢strontium carbonicum碳酸锡嘅通常呢比较啲骨呢比较脆弱啲㗎，好容易断㗎。咁骨呢就会会增大啦，增长啦，骨痛啦，尤其是喺嗰个大腿骨同埋嗰个髋关节嗰个大腿下个大腿呢个骨有时会出现嗰啲痛楚嘅。咁亦都用喺一啲手术嘅后遗症下嘅休克下，因为手术嗰时候呢就流好多血啦，咁嗰个病者呢就进入休克嘅状态。咁亦都係因为手术之后呢个人呢就好虚弱好虚脱啦咁样。咁呢个亦都可以用呢个疗剂去帮助嘅。好啦。咁呢个疗剂呢亦都有倾向呢係会有高血压啦，同埋会中风。亦都有脚呢是会抽筋啦，脚小腿抽筋呢好似碳酸钙 calcium 一样嘅。隻脚会冰冻啦，或者呢嗰、那个坐骨神经痛伴有嗰、那个足果好虚弱呢种卡。虚弱嘅足果是一个主要应用嘅呢个疗剂应用嘅地方嚟㗎啦。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系唔系就系你嘅灵丹妙药啊？需要嘅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喺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系25773798或者2882484。大家亦都可以喺网上订购，网址系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